Thank you.
完全冇變
我哋要多謝陳耀堂，陳耀堂咧就係北美嘅嗰啲咧，南美國嗰啲人咧學下得佢玩嘅，美國有啲做高分啲㗎啦，搞掂啦，即係收咗康啊，影響咗嗰啲咁樣飛翻翻嚟嗰啲，美國就係美國搞掂啦，係啦，冇錯啦，咁另外咧就加拿大嗰邊咧，我哋要多謝何志全，何志全啊，匿埋俾佢聽啊，
嗰個印象係非常之深嘅，因為嗰陣時你哋嗰年咧，我就係大約33歲到啦。咁嗰時喺港大嘅校長，咁所以嗰啲對醫學有研究嘅，尤其是霍建剛嗰類咧，佢就知道啊，嗰啲人咧，嗰啲記憶咧就越老就越差嘅。但係咧，佢年輕嘅時候咧，記得多。即係記得更清楚咧，多過佢係近啲嘅，咁所以咧嗰時咧就嗰啲印象咧係非常之深刻，咁亦都係今日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教書咧就都唔係一個即係好易發達嘅職，咁但係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好豐盛嘅人生，因為咧我哋嘅回報啊係。嗰啲人與人之間嗰啲接觸，咁呢個咧就係、是、錢銀咧買唔翻嘅。咁即幾十年後咧，係時常我冇嘢做嚇，喺屋企坐下，咁都諗翻起咧舊陣時咧嗰啲好歡樂嘅時光，同埋睇翻咧嗰啲照片啊，睇翻嗰啲舊時嘅校刊啊，咁好多咧都係嗰啲美好嘅回憶咧又翻嚟。今日我特別高興嘅咧。就係、是、唔但止係見到啲同學，仲見到好多同學嘅家屬，有啲太太，有啲兒女，孫兒有冇啊？今日冇到，但係咧有孫嘅咧，我估在座都有都唔少㗎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福氣嚟嘅。咁啊，今日當然咧，學校咧就我好高興見到，就係、是、校務嘅積極日上啦。咁就校誉咧，亦都係喺香港咧好多人認識。咁呢個咧係我哋咧大家作為同性保羅係有呢個關係嘅咧，都覺得咧好欣慰嘅。咁啊，大家或者係會問一下有陣時啊，我自己本人咧。退咗休之後，我退咗休3年啦。退休之後，點樣打發啲日子呢？咁其實咧就真係好好忙，仲忙過未退休嘅時候。因為咧，就我有一班朋友咧，就好中意旅行嘅。咁所以咧，我哋時常周圍旅行。咁特別而家喜歡，因為年紀大咗咧，就中意嗰啲遊船河啊。咁咧就比較係。舒服啲啦，咁所以差唔多咧，我想去地方喺呢3年代咧都盡量去曬啦。咁嗰個理由點解呢？因為咧，我去嗰啲遊船河嘅船上面咧，見到咧就白頭髮係多過唔係白嘅噃。因為遊船河咧就好多係老人家去嘅，甚至有啲坐輪椅嘅，坐船河。咁所以咧，我同嗰啲人傾開係好開心嘅，因為佢就話咧。話咩咧？佢趁我喐得嘅時候，我就要喐啦。咁呢個係希望大家記住咧，係好值得咧，係記得嘅事嚟噶。趁你喐得嘅時候，你就喐。咁到你年紀大嘅時候，或者都係喐得，但你唔係想喐啦。咁所以咧，就比較少旅行啲。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比較係寂寞啲啦。咁就我舊陣時咧喺聖保羅嘅時候幾十年咧，其實都係打2份工嘅。一份就是司夥嘅，一份咧就係、是、做校長啦。個司夥嗰份咧就喺、是、教會裏邊咧就係、是、就是、教育嘅。咁就而家退咗休咧，就校長嗰份冇啦。咁咧就於是咧而家就做翻咧教會嗰份。咁我而家咧就係司工會大主教嘅教育顧問。咁所以咧好多咧關於你知我哋司工會咧聖保羅其中之一啦。聖公會咧就有150幾間學校嘅，咁所以好龐大咧嘅組織。咁我哋時常咧好多嘅問題咧都一齊解決。咁所以我再一次多謝大家今日邀請我哋咧大家見面。咁有啲同學咧就一路咁多年其實都有聯絡㗎啦，有啲係記聖誕卡，有啲係喺街上撞到，咁有啲喺外國撞到嘅。在街上外國的街上時代撞到同學的，咁咧就呢個係好難得嘅事。咁仲有一樣咧，聖保羅的學生咧
就我覺得咧係令我就欣慰嘅咧，因為有志氣啊。點解咧？有啲學校咧，啲人咧見到校長咧就行遠啲㗎啦，第條街或者轉角啊走咗。校長係一個可遠觀啊，可以見面嘅人嚟嘅。咁但係聖保羅嘅學生係好有志氣嘅，隔遠見到校長，走埋嚟校長啊，揸手啊，又講下講下天氣啊，講下第二樣嘢啦。咁大家講翻咧就係啲懷舊嘅嘢，咁所以咧係呢樣好高興嘅一回事嚟㗎。同埋今日咧，大家選擇咧係又唔去咩大酒店啊，又唔去咩大嘅廳啊，或者大嘅酒樓啊咁，而選擇喺黃天尖咧。我覺得咧係好特別嘅，雖然咧地方窄咗啲，但係大家你記唔記得呢度講寫咩？音樂係樓上音樂，樓下咧就係美術室嚟嘅。阿李 Sir 好耐㗎啦，咁阿梁子修老師咧又嚟嘅，咁咧就我哋校長嘅時候咧，成日同學校咧。咁我行到嚟黃明軒，多數咧就走上嚟咧，就一係同阿傅 Sir， 同埋或者當阿吳老師佢之前咧，就同阿李 Sir 啦，同阿傅 Sir 咧，阿梁子修老師咧，就喺度談天嘅。咁咧，所以黃明軒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係好值得懷念嘅地方。大家都知道咧，呢個咧就係全聖保羅咧最舊嘅地方。其他可能拆曬、起過曬啦，甚至嗰邊都係啦。咁但係最耐歷史咧，就大家而家喺呢度啦。咁啊，老人家長氣啲，講多兩分鐘。你盡量發揮。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大家都唔知啦，可能。因為我初時做校長嚟到嘅時候咧，就學校係拆。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嗰啲住喺嗰邊嗰度咧，就仲有嗰啲舊屋有冇人見過啊？有嗰陣下聲唔做喺南門嗰啲舊屋咧，就拆過啊！拆咗咧就我時發現咧個地下有一個大窿，唔係大窿係一個好大嘅房啊！喺個地牢就冇人知係咩嘢嘅。咁咧就當然事後就好多故事啦。咁咧嗰個大窿隔離咧就係、是、呢個黃興堂。咁大家知唔知黃興堂咧？當時咧就係、是、得獎喎。點得獎咧？因為嗰陣時咧就我就唔係讀建築嘅，就大家讀建築就知啦。嗰陣時有啲屋咧用嗰個 cantilever， 即係承起佢起嘅咧就好少嘅。嗰時咧就有個舊生叫司徒貴，咁當然而家已經做咗古人啦。咁啊，司徒貴個職司咧係舊生，咁佢咧就畫啲再黃興堂嗰個 cantilever， 即係都唔知點解，即係解釋啦，即係總之咧就係、是、有個橫梁咁樣咧，就係、是、利用啊。所以嗰陣時咧報紙又有賣，有好多人嚟影相，話呢個咧係好新嘅設計咁樣。咁咧就所以黃興堂咧係好多好多回憶嘅。咁就今日咧，我見到學校咧就將佢全部翻新啦，就保留翻佢啦，就喺正我哋嘅入面前隔離啦。咁嗰個環境咧呢度咧係有好大嘅改善。咁咧我亦都喺呢方面咧就多謝校長、新校長對方服務，就係佢嘅關心。咧係令到學校咧今日咧大家都學習咧，見到舊時咧好似個新咁嘅 building， 而家新嘅 building 啊，唔知大家有冇上過去睇咧？嗰個景好靚喎，啱啱我望住香港大學嗰個荷花池，咁啊啱曬啦，因為咧我哋啲學生咧就多數諗住小學又喺一路升上去，升到中學，中學係升上去大學噶嘛，所以咧。呢、这、一個環境係非常之好啦，對我哋學生咧係一個鼓勵。咁啊，我再一次多謝各位，就對唔住長氣咗啲。多謝你講，多謝阿邊生。
下一個項目咧，先多多謝校長，大家校長嘅教誨大家收到啦，相信多謝多謝各位啦。咁下一個項目係咩咧？點名，梗係要點名，跟住唱校歌啊嘛。點名，點名首先係介紹來賓先。好，先介紹來賓先。我哋下 Mr. Two， Mr. Two， 歡迎 Mr. Two， Mr. Two， 你好 Mr. Young， 用者 Mrs. Young。張志立老師，歡迎嘉賓，你啲數做好未？袁傑錦老師，袁傑錦老師，歡迎歡迎。邊個講嘅你罰抄？一百字。卢广峰老师，卢广峰 ，Miss 关 ，Miss 关欢迎，欢迎，关永英老师 ，Miss Josephine Ho， 哎，多谢多谢，今晚辛苦好多人，好多人，多谢晒。好啦，而家我哋真係要點名啦！點名？咁啊，今晚咧，我哋由我哋點名方法由 A 班開始嚇。有到嘅，有到嗰啲點一點，請各位起起身或者舉舉手啦，或者我哋簡單好簡單咁介紹下佢哋現在或者從關鎮球，關鎮球應該係今年退休嘅作英才喺教育界嘅做老師。第二位郭展禮，郭展禮我唔敢介紹喎，你自己介紹好喎。最冇用嗰個，真係唔係喎，真係自己介紹喎。根據我哋嘅資訊咧，就係合果眾神。好，多謝你歸隊啊！我哋三位郭家強，郭家強，我哋叫三 K 嘅，佢而家喺Property Administrator，Property Administrator 係政府公務員，俗稱咧政府高層。好啦，我自己我做而家依十幾年咧都係做翻insurance 同埋 funds 嗰啲嘢，盧會長同盧會無關。好，我哋下一位係吳偉堅。我哋嘅資料咧就係機械工程界。係咪 Caterpillar 做？好開心退休。好啦，下一位啊，沈明才有冇到今日？未到 ，sorry， 未到 ，OK。咁翁偉薇而家都係教育界、演藝界啊，你知唔知啊？大導演啊！翁大導。冇打機打。OK。B 班。好 ，B 班。仲有。A 班，不要睡覺啊！葉欣陽，葉欣陽喺美國翻嚟嘅 CPA 啊，以我所知，會計界。請問仲有冇 A 班嘅同學？有冇遺漏？
B 班 ，B 班啊，我哋蘇花見到阿余佩文喺度。余佩文係我哋嘅資料係廣告界紅人。我哋為余佩文同學鼓掌。多謝你，多謝你。代表大 B 班，代表大 B 班。好啦 ，C 班 ，C 班就多幾個啦 ，C 班。我哋首先啊，應該有梁玉耀喺度啊。根據我哋資料咧，就係 full time 祖父。如果錯咗咧，就請原諒。OK， 華清華，我哋嘅資料依然係港鐵喎，係咪啊？啊？係咪港鐵啊？都係啦，退咗休，而家過浙江門，下個禮拜通車啦。前港鐵人，好啦，我哋下一位呢度就莫泰基，邊個喺度？鄭福泰，現在都係自由人。好啦，下一位是姚盈偉，會計界啊。咁我哋為啊 C 班所有到，誒、這、呢個袁珠欣冇嚟，應該係。誒、有佢名啊？係啊，未到喎。我未到。未到。咁我哋啊為 C 班鼓掌。有冇遺漏先 ？C 班冇遺漏應該差唔多齊啦。OK， 好。振起同學，你啱啱走緊啫喎，我叫你喺度，我幫你收下間，佢我剛剛走咗，佢教育界同體育界。另外一位黎永昌同學，機管局，人渣，翻俾人渣槍，高層啊，機管局高層啊。錢是他揸曬廖文生同學，廖文生，元朗代表Banker， 以前呢，他是最遠的一位，現在有遠一點的人了。對不起，籃球英雄盧潤森同學真係好多屆都我哋叫開做盧總嘅喎，盧總好多屆，足法律界同埋體育界，仲有自己介紹，自己介紹，零售界。OK， 下一位哦。D 班齊咯喎，齊咗咯，仲有邊個漏咗？齊啊！我哋係為鼓掌，係 D 班鼓掌。E 班 ，E 班唔知點解好多人做醫生，好貴啫嘛。可能一入咗 E 班，係醫友。陳志雄同學。教育界他的 Facebook 多彩多姿。陳耀彤同學，金融界，金融界，美國都是被他玩死的。離開咗之後咧，美國而家復甦。唔好咁快，你仲想翻嚟？呢啲係可能係等住失業嘅。周祖康同學，啊，周祖康，大教授，高
風力啊！而家用嗰啲大風力扯佢發明啊！大教授。Wind power。呢個下世紀嘅後嘅，佢等風力8年啦，何偉業同學，哇，大家好，何偉業同學，廖介，醫學界，洪炳正同學，哇，法律界啦，呢個唔得。成日見報噶，法律演藝界，喺多倫多啊，我成日見報啊。葉偉忠同學，院長，醫學界，黎莫威。啊，郭正光同學，我留咗佢添。醫學界，以前叫神經質嘅，而家仲低啊！而家嚴重嘅，而家嚴重啊！揾佢啊，你唔好下下揾佢啊！而家冇咗個七字啊！神經專家啊！同埋成日都喺香港大學偷金魚啊！教金魚嘅老婆黎岳威同學，黎岳威係出品界，有冇錯啦？即係文化界啦，文化界有出版界，大文化界，而家做靚模嗰啲啊。黎石輝同學，黎醫生，黎醫生，醫學界，李天亮同學，李天亮，你睇佢幾棒，自由人，謝宙星同學。財子，考第二就算考第一嘅啦，其他冇。唔係，我好似話要查卷㗎，你考第二。温兆頭同學。又是另外一個自由人，全職橋牌，是不是？現在是 MD MD 的貓燈。他翻譯做溫丁啊，由 WD 調轉了變成 MD。 潘洪濤同學，我們香港出名的牙醫界，聽說是全港最貴的。不是 Google 錯了，中六七折，最貴七折，七折都是最貴的。我哋為醫班鼓掌。好啦，最後 F 班 F 即係緊緊肥佬喎。自由人啊，張乃豪，張教授。豪仔，而家是豪公啊！豪即係唔煎得蛋。啊，一位是莊志雄同學。
商界啦，對佢講啊，係社會企業。係，請自己介紹啊。咩叫社會企業？冇錢賺嘅企業。冇錢賺生意。都仲係唔明。下一位。下一位暫時唔介紹住，因為仲未到。周靜勇同學。下一位周音月同學。點講咧？政府工程啊，渠務處啊，應該係。係工程所幫佢嘅工程師嚟㗎。各位，如果低層有問題嘅話，就關佢事。低層嘅渠有問題，都係渠務界嘅。低層有事揾佢。馮慧文。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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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勞多地減大啊！掃地嘅，哇！所有地都俾你掃曬。下一位，康國全，康啊，走咗，康永恆，今日最捧場，最捧場。教授，今日最捧場，我係衣足主人嘅，因為衣服都係我身。多謝多謝多謝，林守常同學。IT 界啊。是我們今天的詩琴啊，好像有消息說以前是出版界的，一直都是 IT 的，那個消息錯了， IT 你看他優在做那種30年在 IT 看他優在做，官員好像沒到啊，劉官員，劉官員有沒有到，有沒有到，李鑑堂同學，冇辦法介紹，無界嘅，無界，無界，乜都俾佢做曬，做曬。餐飲家私古董，保險、金融。啊，下一位是林欣，林欣同學好像完全沒有變動。完全沒有變動。社會福利界啱唔啱？社福界。馬式機同學，係咪保險界？精算，保險界，精算。下一位，下一位係我自己啦。五福聯同學，即係而家做緊雪梨嘅地鐵。咁之前咧喺香港、台灣同埋新加坡嘅地鐵都有份參與，好幸運。下一位是吳世珍同學，吳世珍喎，金融界啱唔啱？啱啱啊！而家啊，湯志堅同學，
交到街，交到過曬街，交到去澳洲。董志雄同學。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天文學家都是教育界，教育界。天文啊，是副業，愛好嚟啫。咁啊，副業。個正業教育界係化學嘅。化學。天文界呢邊啊？仲有邊位 F 班遺留咗嘅？總共有幾多位 F 班啊？好多。哇，好多啊 ！F 班好似超過一半。哇！袁柱啊！袁柱恩同學，袁柱恩同學，請自己介紹。退休啦，而家應該話。太多煩，諗唔到。退休，我記得你上次同我講係喺各界嘅，做咗好多年，好多年啦。航空界、航運界。F 班入嚟。大家記唔記得我哋有首校歌喺熒光幕，熒光幕喺後面。一二三，你冇踎喺中間嗰度。
冇冇啊！嗱，我唔唔係嘅，我到第三聲，跟住冇，我再先至再撳嚇，一、二、三。献上我哋感谢，我哋一齐祈祷嘛。慈爱天父，我哋好多谢你。我哋离开学校已经有40年嘅时间，主你嘅恩典系保守我哋各人。你俾我哋有身体健康，你俾我哋喺社会上边唔同嘅行业里边去服侍人，去为呢个社会献出我哋嘅活力。主，我哋好多谢你。主，你保守我哋各人，你俾我哋有好多嘅恩典，我哋为此嚟到献上感谢。我哋都为到我哋未来仲有日子，我哋交在主手里边。主都系继续赐福俾我哋，叫我哋喺一社会里边，我哋作一个有用嘅人，去见证圣保罗佢当年喺社会里边所作出嘅贡献。主，求你施恩俾我哋。主，我哋亦都係為到台上我哋有嘅食物，我哋獻上感謝，因為深信一切都係你所賜嘅。願你賜福幫助我哋，叫做食咗身體又健康。我哋大家亦都係好歡樂嘅嚟到分享主你俾我哋嘅各樣恩典。主，我哋為此再一次獻上我哋感謝。我哋嘅禱告係靠賴我哋恩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我的感受呢，就是我现在发觉呢，他们呢全部的名字我都几乎忘记了。不过呢，我见到他们我又记得他们的样子。我能够记得他们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他们能够有一个 spirit， 这个 spirit 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 spirit 呢，就是他们很挂住他们的学校。
亦好，佢哋大家嘅友谊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呢、這个 spirit 咧系非常之好，系值得我好欣赏嘅。好高兴今日能够有机会参加呢一个咁嘅盛会。其实同学毕业咗四十年期间，大家见面嘅机会唔系好多，但系见翻嘅时间咧，一种特别亲切嘅感觉。教书嗰阵，当然我哋系老师，佢哋系学生，但系而家见翻面，大家咧都好似朋友一样，闲话翻当年嘅情况啊，系特别深刻嘅一种感受嚟嘅。好多谢有咁嘅机会。我系卢广峰。我记得咧，你哋毕业嘅年代咧，就我正好嚟圣保罗教第二年。其实我冇教过你哋届嘅，但系咧。你哋邀请我今晚嚟咧，令我好高兴、好开心。今晚嚟到咧，见到你哋嗰个组织啊，同埋令我感受到嗰个六十年代嗰阵圣保罗同学嗰种嘅精神、嗰种嘅气氛，真系好高兴。多谢。We're back in St. Paul's and looking at remembering all the familiar faces. I remember when I came in.To St. Paul's in 69, you were all in Form 5. And I think I taught some of the best, the smartest boys that I've ever taught in my life. Anyway, congratulations all to all of you on this 40th anniversary.
光芒。大家停一停，大家停一停。所以我們大家其實今天聚首一堂很幸運，我們非常幸運，有些同學給我們先走一步，我們有幾位同學呢就離開了我們呢就現在首先大家希望大家靜默半分鐘。我們有陳清文同學離開了我們很久了，榮同學、黃楊花同學同埋葉家培同學，我們大家靜默半分鐘。分享下他們自己各區的消息啊，或者其他同學的消息。我們首先請Alan Yip 和Francis 出來講講關於在美國方面的同學的消息。Alan， 大家分享下。或者我開始先啦，我係陳耀台，各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好親密嘅，離開咗好遠好耐啦，但係咧有機會喺埋一齊嘅老同學，我哋僅代表我哋美國嘅同學能夠同你哋講一啲關於我哋喺美國嘅啲近況。聽唔聽到啊 ？OK， 我哋大約係九位、十位嘅同學喺3月6日嘅時候喺埋一齊食飯喺九龍嗰度，咁咧就講起我哋一齊40年啦，我哋想再搞一次嘅同學嘅聚會。咁樣點解咁做呢？就係、我哋20年嗰陣時候，我記得嗰陣時候校長。叫我哋啊，1999年再走埋一齊，我哋冇咁嘅機會。咁好彩，我哋今次咧就因為我嘅工作關係，有機會係參加佢哋呢個會議。咁佢叫我咧翻去美國嗰邊咧，就係揾辦法去揾翻以前我哋嗰啲聯絡嘅地址啊，或者電話。咁樣我哋其實喺美國咧，如果你喺美國嘅話咧，美國好似一張四方嘅麻雀台一樣，有四個角嘅。OK， 咁我哋咧就大部分嘅人咧就係喺南加州嘅好多，總共咧係有幾多位啊？總共咧係有九位咁多。我講一講佢哋嘅名嚇，或者你哋都記得嘅嚇，就係葉陰陽 Alan， 梁堅晶Philip Kwan， 關樹榮係嘛？番薯係啦，林漢偉 Paul， 然後咧陳文堅，陳醫生，Kenny， 同埋咧就係Stan Lam， 林卓玲，最多咧就係我哋喺 Southwest 嘅，就係洛杉磯嘅，我哋有大概九位嘅同學。咁我哋咧呢九位同學咧，我哋咧都時日咧係走埋一齊嘅。我哋如果你哋俾一啲預先嘅通知，我哋或者幾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揾到一張麻雀台咁多人嘅錢俾買。而搞手咧就係呢位葉陰陽先生啊。呢個葉陰陽先生咧，頭先已經介紹過啦，佢係我哋嘅御用嘅會計師，亦都係我嘅會計師。咁啊 ，Kenny 咧係我哋御用嘅family doctor， 亦都係我嘅 family doctor。所以你可以見到我哋啲。聖保羅的精神在哪裡了？我們呢走在一起的時候呢，我們很多時候呢都是說回懷念我們以前的
一啲好温馨嘅記憶嚇。咁、啊、當然啦，夠埋一齊啊！如果唔講翻我哋自己啲傻事嘅之外咧，我哋梗係講翻我哋啲老師，或者我哋講翻我哋嘅校長嚇。咁、啊、有時候咧講得好激烈嘅時候咧，就乜嘢都講噶啦喎。咁、啊、咧、啊、花名咧就不意料中事啦，係嘛？咁、啊、但係咧呢啲花名其實係一個懷念。是一個親切嚟嘅嚇，千祈唔好覺得我哋係北京嚇、啊。所以咧，我哋講完我哋西南嗰方面咧，就講一講我哋西北啊。西北咧，我哋亦都有四位嘅同學喺度。四位嘅同學咧就係、是、何少斌啊 Franklin， 姚友章啊，同埋謝俊雄。謝俊雄咧，其實今次咧同埋佢家人，頭先你見到佢哋啲相咧，就係、是、謝俊雄喺度啦嚇。他們都回來了，其實前兩天我們都坐在一起吃飯，但很不幸因為我得到他的電腦郵件得太遲了，所以他不知道我們8月8號他訂了去台灣的 trip， 所以沒辦法來，所以他特別是向你們各自協議，但他都很想知道你們的相片，叫我們寄回來給他們。除了西邊就有東邊，東邊呢就是New York 和 New Jersey。 我想請周小康講講關於應該有啲相我哋喺New York 和 New Jersey， 我估我哋有三個。我喺Albany 嗰度，喺 New York City。我呢個就係我家，我個太太咧就喺嗰度。然後咧，我個細女咧就喺嗰度，我個大女咧就喺加州做緊嘢，就冇翻嚟。啊，仲有喺New Jersey咧就有Tommy Hoy， Tommy Hoy 咧就呢個不得呢個 Francis。Tommy Hoy 咧就哇，哦林漢偉啊呢個，睇到呢個林漢偉。在外面有很多的故事說的，我舊陣時的 roommate 在 college 的 roommate 呢就是林漢偉的妹夫來的他們在德州然後呢還有梁堅寧咧，我都好耐都冇見過，但係梁堅寧咧就喺AT&T 嗰度做嘅。嗰陣時咧，梁堅寧嗰個畢讀大學嗰個學校咧，就係我而家教書嗰個學校，所以有好多啲connection。差唔多。哦，係，仲有歐林咧就好得意喎！我去讀 graduate school 咧，就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咁我喺嗰個 graduate student dorm 度坐下，依家第一個行過嘅咧就何偉光，第二個行過咧就歐林。所以咧嗰年咧喺間咁University of Illinois is one of the very very top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有聖保羅有三個學生。在那裡讀 graduate school， 我會全世界沒有 high school 有三個學生在那裡讀的。歐林在大學讀完個 PhD 是那些昆蟲學，跟住他又轉行走到去讀 medical school， 所以他現在在 Florida 是 做醫生。其實呢我們今次能夠找到那麼多舊的同學係真係要多謝我哋而家嘅 IT technology。如果冇嘅話，Google 咧，歐林咧聽講咧就係周祖康咧，就喺嗰度喺 Yahoo 一 Google 喺 Google 度揾到佢出嚟嘅。咁咧講開依樣嘢就要講翻李恆發。李恆發咧就離開咗我哋咧，本來佢喺香港嘅，就去咗美國，但係我哋都唔知道失咗蹤啊。咁後屘咧就原來發覺咧。就是他有個 insurance policy 在 Nelson 那裡，他的什麼都可以 forget， 但是 insurance policy 就不可以 forget， 他有 update 的 address， 所以呢千里傳書傳了給我，寫了一封信給他，
一見到封信咧，佢打電話俾我，咁我哋先至揾得到佢嘅，因為我哋見到佢喺屋企嗰度啊，我哋用 Google Map 揾到，但係咧係冇辦法可以 reverse engineer 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咧，今次點解咁容易，我哋可以揾到，總共揾翻有16、17位嘅同學咧。完全是因為 technology 的功能，因為我們 有 BlackBerry 又可以 Mobile Internet， 所以這個真的幫助我們很大。那他 sum up 呢，我們呢總共呢就是有17位的同學在美國，就在工作的方面呢有五個呢多數都是專業人士，五個呢是工程師，兩個呢是會計師，兩個是教育界的，有兩個是金融界或者保險界的，兩個是法律界的，兩個是醫生，然後兩個是做生意的。所以呢就這個基本上是我們美國那方面的情形，就我現在將時間交給你。我還要講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我整晚不出聲呢，就是因為我很懷念我們現在同事的同學，一開口呢就講粗口的，所以我不出聲。我想跟你們說一說，就是這個世界雖然很大，但其實現在是很小的，就是我們畢業的時候我們發覺就是什麼都不懂，出去外面遠洋留學，這樣就是我們每一次回來學校見到個校徽，離遠見到校徽，至少是我來說是心裡有一份感動的，很遠地看到呢下面的幾個字是中文的字，人為上主，事為自之本。我們出來學校的時候，很多的牧師，很多的official，很多的教師跟我們說，我們都不明白究竟那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呢，這個九字真言是什麼意思呢。一直到我去到美國的時候，打開聖經的時候，箴言第一章第九節和第九章第十節，原來呢他說就是即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這個是很真的，我們的知識多了很多，但是呢如果我們離開了神的時候呢，至少是我自己個人來說的話呢， 是會欠缺了很多的。一個豐盛的人生呢是我們的學校開始，我們很感謝呢，就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們的先賢呢就是創立了現在這個學校，創立了這個教育的宗旨，如果我們現在打開我們的學校的 profile， 即是我們現在 有網站，打開個 profile， 你會發覺學校的 profile 裡面原來有我們那首 college song 在裡面的，原來是有我們的個 hymn 在裡面的，裡面的 college song 剛才我們唱過就是講就是關於我們 together one all for each and each for all， 剛才我們唱過，雖然或者我們雖然在美國或者 在獅子山在香港，我們或者能不能做得到，即是好像江湖人士所說的兩翼插刀，義不容辭，但是呢我們真的好像我們那首謙所說的，很多時候我們是羅記的，我們是羅記的學生的話呢，我們呢就算你去哪裡的時候呢，你只要開一聲的時候呢，我們仍然都是 faithful 的 friends，我們有很多 camaraderie 的，所以呢你一叫號召的時候呢，我們都五六個人坐在一起一起吃晏晝的， OK， 我們吃飯的，我收工的時候講得好。消息在加拿大呢，我就沒有我之前更換了，就我之前是做地產，他有很多 contact， 咁呢我想何志全向你們做一個很詳細的報告，咁我會一路看著他，如果他有講錯任何的嘢，我會記住又回去檢控我，他回去告訴我們班自己有聽，咁就變成不關我的事。何志全，我們現在請洪炳正大狀結案陳詞。我們在多倫多都有十幾個同學，比較活躍一點的，我們現在看見右邊呢就是劉嘉莉醫生，就他就是我的 family doctor， 跟著第二個我聽過是黃先生，跟住後面那個是誰？後面是黑人，
黑得滯喎，我又有事情。阿鍾嘉、譚永堅、李祥基、李海基、阿殷惠康，仲有個邊個話係洪炳正啊？係咪啊？係啊，佢冇搞錯啊！啊，梁念庭喺邊度？梁念庭喺中間，再後邊係咪余國棟？咁我哋通常都有十零人，但係咧，我哋最懷念計余海權小姐。因為已經都有一段時間佢冇出現啦，咁我哋喺多倫多每年都有兩次到聚會嘅，咁譬如話聖誕節啊，有就有出現嘅機會有九成九噶啦，咁我哋又會一齊坐埋聚一聚。咁啊，如果係各位同學有機會或者老師啊有機會去到多倫多咧，咁一係又揾下。如果是犯了官非的你就不要客氣，可以找洪炳正大律師會拉你的，不會不會，他一定答好到你的。如果是想吃飯的呢就找譚永堅呢，我們就當然會很熱鬧，就坐埋一圍。我還要說一句的，就是盧潤森有一年就很有心去到多倫多探我們，他就是齋探的，他什麼都不做，他說探同學去打波，這個也是我們值得去學習的。就如果是各位同學有一些去到加拿大想開開心心吃一餐飯的呢，就可以聯絡一是洪炳正，一是我小弟何志全，或者譚永堅，那我們盡會盡地主之宜呢，就我哋 get to get 一晚咁啊，又啊食飯咁就啊，希望各位有機會嚟多倫多。啊，洪炳正同學有咩補充？請你跌案陳詞。你個 CD 而家播。係啊，雖然我對加拿大嘅貢獻，即係我哋校嘅貢獻啦。同何志全相差相當遠，我是 1% 何志全99%，但是呢今次呢就 Canton 就 organize 到一個 CD 是我們加拿大班人的聚會，我不知道莊志雄可不可以用他的 technology 播給大家看，還有就李祥基呢特別吩咐給我聽，就給了一些 details about 他的 email 啊、cell phone 啊這樣，那五福聯呢就會負責將呢啲 information disseminate 俾你哋 ，OK？Thank you。我想補充一句，如果你哋有咩子弟想去多倫多升學咧，我哋做宿伯嘅咧，會盡量照顧佢哋。好。Operation 呢個呢方面多啲內證。嗱，呢個證人咧，有個證人喺度，董志雄。他呢就三名啊，真係，唉，三名都是幫襯加拿大，幫襯咗佢哋三次咁多嘅啦。請大家睇下熒光幕上，係李祥基，跟住係李海基、譚永堅、邱全安，又睇唔到嗰邊。嗱，李海基而家同大家 say hello， 如果係去打波嘅咧，就揾阿譚永堅。有邊個蔡展郎？係，如果大家有咩頭暈身興，就可以揾阿邱全安啦。嗱，佢咧叫你哋幫襯佢。咁咧，阿蔡展郎如果你哋近視嘅要配眼鏡，可以揾佢。阿李祥基免費同你哋拍生活照。咁咧，李海基咧就可以同你做 catering， 包翻幾圍都得。咁佢哋都好想過嚟多倫多，但係暫時未有時間，因為都好忙佢哋。香港，我代表多倫多各位同學同香港嘅舊同學。Say hello， 多謝各位，拜拜。
代表湯治堅嘅啊，澳洲包括澳紐、紐約、紐西蘭。澳洲就自己稱為 Down Under， 咁啊，所以咧就講乜字？如果你去過澳洲嘅，請舉舉手，唔係好多個嘅啫，因為冇乜值得噶啦。咁啊，我可以即係講細就，如果你唔悉尼咧，你可以半日就可以飛走噶啦。例如悉尼睇睇 Opera House， 睇埋個 Harbour Bridge， 係咁先。去 Blue Mountain 咧，你可以 get about it。咁咧就澳洲就大而無多，咁啊沙漠好多，有好多袋鼠，咁同學咧就唔係好多個嘅啫。咁我啱啱就知道咧就 Raymond 啦，所以一陣間我要請阿 Raymond 補充一下咧。咁另外咧就啱啱 Raymond 講俾我聽就話另外一位同學馬喜咧。就亦都喺澳洲，不過就唔知道喺邊一個範，咁我哋咧就要炒佢出嚟。咁咧就另外一提咧就係馬興馬式基咧，就喺屋裏，咁就我諗我交翻俾阿 Ray 介紹下佢自己嗰邊。咁即係講完啦。係啊，唔係要講下自己。我講，我頭先講到。哦 ，OK。去到雪梨就。做地鐵啦，不過雪梨嘅現在未有地鐵，現在嘅鐵路咧就等於好似以前嘅 KCRC 咁樣，咁啊而家佢哋決定起第一條地鐵，咁啊希望可以即係抄襲香港或者新加坡或者歐洲嘅 system， 咁就希望將來咧2015年起好咧，大家去到雪梨咧可以坐地鐵由雪梨。好，補充，雪梨咧有兩位我哋好啊，即係。一個咧就李玉雞，李玉雞咧就係做 orthopedic surgeon， 佢而家係好 renowned 嘅 orthopedic surgeon Sydney 嘅。另一個咧就陳乃強，你話幾啊？心臟專家，專幫人通波仔嗰個，亦都係卡喺 Sydney。我見 Sydney 真係好 disorganized， 不過我哋要急起直追。阿湯 Sir 嘅走位，要補充一句，雪梨咧啲交通咧就好混亂喎，咁混亂到點咧就成日咧都唔點啲交通啲火車，於是火車當局咧就將咩叫做 delay 咧嗰個 definition 咧就改寫，佢就 within 15分鐘咧都叫做準時嘅，咁所以你只要遲15分鐘咧都唔係叫遲到嗰班車，而家希望阿 Raymond 做咗地鐵之後咧，我哋就將個 definition 改寫到。最多唔好多過十分鐘啦，十分鐘太耐。好，我哋下一個環節，盧潤生同學有同大家分享一下。話我係大陸，又唔係長住大陸，話香港又唔係長住香港嘅。剛才咧，我哋有個同學咧。阿林首相咧真係長住上海嘅，我咧就打遊擊嘅啫。不過咧，大部分同學如果喺大陸咧，成日都揾到我，都以為我住大陸。咁其實都唔緊要嘅，因為點解咧？即係而家雖然一國兩制，但係好多地方而家都可以好快去到，似上海咁啊，一日成廿幾班機，咁好歡迎咧。如果各位同學咧，如果去大陸任何地方，都可能揾到我志全係啦。去到邊度？北京又打去睇我喺講唔講到。其實何志全就唔應該代表加拿大嘅。我喺大陸見佢嘅時間仲多，係咪何志全？係啊。喺邊度啊？咁啊，其實好多朋同學咧都成日去國外嘅。咁希望如果特別係明年咧，如果上海咧搞呢個世界博覽會，我今次我特登咧喺世界博覽會嗰度咧有啲新嘅 souvenir。我哋攞咗80份，希望夠派每人一份。咁裏面有我卡片，如果咧到時或者係之前去到上海，好歡迎各位老師或者各位同學揾我或者林首相長住後家，多謝各位。
一個肺博嘅第一手嘅紀念品嚟嘅，咁啊裏邊亦都有卡片可以，我應該夠我諗八十分應該夠啩，係嘛 ？OK， 多謝盧先生。就想請每一班裏面我有六班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是我以私人身份出來出席這個很難得的聚會，我非常之高興，我不想太多時間我不知道為什麼盧大豪會找我出來講，因為我自己來講我是沒錯，我是由 A 班由中一開始到中六呢直到是 Upper Six 都是 A 班，但是當有些其他的同學就比我的資歷更加長，可能小學已經在聖保羅開始了，咁啊，聖保羅咧就俾我咧係一個即係好深刻嘅印象。點樣深刻呢就其實大家如果留意一下咧，我哋聖保羅出嘅人才咧相當之多。頭先大家都見到好多同學咧，都以唔同嘅身份喺呢個社會，不論係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咧，扮演唔同嘅角色，係作出呢個社會嘅貢獻。點解會有咁樣嘅現象出現咧？我覺得咧係一定有個原因。咁我諗咗一輪之後咧，我覺得我喺聖保羅咧有三點咧，我想值得咧係提一提。我自己喺呢方面有少少嘅感想咧，係想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咧就聖保羅咧個地方咧就而家我哋長大咗，唔覺得佢地方好細，特別好多咧喺其他外國翻嚟嘅同學咧，會覺得咁嘅校園咁細咁狹窄嘅環境，即係好似係即係比較不質啲啦，係咪咧咁？但其實聖保羅咧有個特點咧，就係佢雖然間校園細，但係佢嘅教學嘅方法咧，多年來咧都係咧係一個比較係寬鬆一個空間俾學生成長嘅，咁個學生係發展到自己所長同興趣。咁一點同香港好多即係傳統嘅名校唔同嘅，好多傳統名校咧都係以考試成績不停咁咧係填鴨式咁樣咧博出好成績，咁好似賭博咁樣賭啲學生出嚟。聖保羅俾我嘅印象咧就唔係，佢好俾好多空間俾我哋發展，等我哋咧係發展自己興趣同埋所長。咁一點咧，大家可以見到頭先各位同學嘅報道咧，就見到佢哋喺咁多種類型嘅環境之下咧，係可以發揮咧，都可以見到呢方面嘅成就。第二咧就係聖保羅咧俾我感覺咧就係話係好能夠開拓到每個人嗰個思想嘅空間。點解我咁講咧？當年嚟講咧，我自己嘅老師咧有來自好多唔同嘅背景。特別好多咧係來自外國嘅老師，咁令到我哋自己咧嗰個見識個胸襟咧，亦都咧係擴大咗，我哋放眼光咧係放遠咗，咁所以咧我哋之後嘅話咧係可以有好多嘅選擇咧，係行自己嘅道路嘅。咁第三咧就係我覺得咧係喺呢方面，即係聖保羅咧嘅同學咧，佢嘅特色咧就係話，佢哋唔會咧係話係要追隨一個大嘅模式發展。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哋聖保羅咧喺政界嗰方面嘅人才咧係非常之多，咁但係佢哋咧係發展模式咧亦都唔同。咁我就第一樣好講啦，其實喺市面上即係喺報紙度登咧，好多喺成日你哋聽到嘅公眾人物咧、政治人物咧，其實都係聖保羅嘅學生嚟。咁係咪我哋專門係培養政治人才咧？咁我哋又唔係嘅，我哋唔係話即係幹部嘅訓練學校。只不過我哋咧就係俾好多嘅思想上面嘅指導啊、刺激啊、培訓啊等等，等佢哋咧係個別咁樣發展，等佢潛能得以發揮。而於是喺呢方面咧，我哋嘅人才咧係比較之多嘅。我自己即係好彩咧，就係喺過去嗰三十年咧，都係喺呢個公共嘅政府嘅部嗰度咧嚟工作。咁我哋嘅同學咧有亦都喺我啲界都有好幾位嘅同學。咁其中有一位咧就係、是、一個忙碌咧，就係、是、解釋點解啲孫中山文物咧失緊。咁另外一位同學咧就係、是、暫時咧就喺北京嗰度咧，陳萬泰咧就係、是、做代表香港嘅駐京辦，咁咧就係、是、個差唔多係我哋就駐京嘅大使嚟嘅。咁仲有其他嗰啲同學咧，都係喺國家政府咧扮演唔同嘅角色嘅。咁我哋咧都係有定期咧保持一個良好嘅聯繫嘅。咁我啱。但我咁講咧，我諗我講嘅都差唔多啦，差唔多係啦，太多嘅時間。起碼知道其他同學嘅消息啦，係嘛？哦，第二位我哋請係 B 班嘅余佩文。Jeffrey，
我代表了聖保羅維亡者的群，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將軍班呢好像第一個 representation 很少，第二呢好像同學都不敢出來見人，我不知道是否代表了我們是代表聖保羅維亡者的群呢，我們都問問校長呢，不知道現在還有將軍班這件事，因為還有沒有現在還有沒有雙分班的都不記得，無所謂我現在退休三年了，你問不敢聽啊，我不敢聽啊，因為很奇怪的，因為我想各位同學呢有很多醫生啊、法律界啊、教育界，即是很早已經將他們的才華表現出來的同學，咁咧嗰啲咧就多數係出現咗喺啲 E 啊、F 啊嗰啲界或者 A 班，小時了了喎、啊。小時了了，咁大未必界啊。咁我哋嗰班傻仔咧就叫做將軍班，就跌咗落去 B 啊，唔講 E 啊咩啊嗰樣嘢。咁唯一有一個同學咧，阿 Raymond 咧就話好好彩咧，就由將軍班跳翻上 Lower Six， 咁佢係唯一可以即係從將軍跳出來嘅。同學，咁我哋啊繼續圍咗喺將軍，咁我都想講下，究竟將軍嗰班人變咗最後變咗啲咩人咧？嗰樣嘢，我諗我哋一定唔係律師，啊？我打嘅，都唔對啊！咁講，捉打籃球咧係律師嘅啦，我全個級第一個做律師就係我。我是將軍班 D 班的，好嘢！好啊！我而家叫人講，我心好唔舒服。咩將軍班？其實將軍班咧好多傑出人才，冇錯。不過我哋見唔到嘢。冇錯啦，我而家跟住講，多謝你龍俊心。我想跟住講就話，其實將軍都出人才嘅，不過將軍啲人才咧就慢慢先出嚟，就唔係即係咁快露頭角嘅啫嗰樣嘢。咁啊，即係。我亦都唔想講自己，但係喺我諗，除咗 science 呢個世界，除咗 science， 除咗法律，阿盧永生做咗法律，留問律師啊，我留問律師啊，喺我哋嗰班即係變咗死啦，又唔識 science， 又唔想讀 chemistry， 點樣搞咧嗰樣嘢咁樣，咁就讀到跌咗落 general 班嗰度，咁我哋 what do we do？OK，、okay? 咁我哋就開始話，哎。或者呢個世界其實有另外一個世界嘅嗰樣嘢。咁攞我自己嚟講，死啦 ，Form Five 畢業又唔夠分讀，升咗 Lower Six， 新法啦咁樣。咁啊讀一年新法，咁啊新法話唔得喎，啲女仔係好靚，但係輸得唔掂嘅喎，裙就好短係嘛 ？OK， 咁啊，死啦，港大又唔收，中大又唔收，浸會啦嗰樣嘢。咁咪讀浸會咯，咁樣原來浸會有個叫全理系喎，又都唔衰嘅喎，咁樣。咁啊，讀到下讀咗四年浸會，但係好奇怪嘅就係、是，或者我琴日睇南華早報講一個 article 就話，原來學生係好崇拜先生嘅，好多咧其實啲先生咧應該長得好蓬嘅頭髮啊，講下粗口啊，講下好好嘅古仔啊，咁我哋開始崇拜佢。咁嗰陣時咧，我哋啲先生太過正經啦 ，OK？ 除咗 Mr. Emerson 中意摸下我哋啲，打下膊頭啊，嗰樣嘢，將佢軍，所以佢就派咗將軍班做我哋嘅主任。咁變咗，原來讀浸會全理系都唔衰得曬嘅喎，都可以讀其他啲嘢嘅喎，咁樣。咁變咗，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跟住即係帶大家，我又唔想話介紹自己太多，但是我只係想話，原來有個廣告的世界嘅喎 ，OK？ 所以如果你閣下咁我而家即係大家亦都唔需要講好多歷史。如果閣下嘅子女以後對廣告呢個行業有興趣嘅話，咁我亦都係代表咗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嘅廣告行 group 叫 WPP Group， 其中一個。廣告公司叫 Base 141，我是他亞太區的主席，所以我或者都可以，如果閣下你的仔女不喜歡 Science， 不喜歡 Arts 跌了落 General 班的，或者
呢個世界仲有希望啊！各位，多謝你。啊，牛炳正啊，唱歌，我哋熱烈嘅掌聲支持牛炳正。Coming from my retirement， 咁咧就 just in case 冇 client walk through the door 嘅時候，我點辦咧？咁所以就近來都有喺街頭喺 Toronto 賣唱。咁呢個 that's the truth。但係咧就每一次咧就有$200，唱一次。嗰$200咧，我就俾我個 keyboard 嗰個同埋合作嗰位，佢就係 professional。咁我有機會可以玩，咁都好好幸運。So 我哋隊 band 叫做 The Melodics， and so it has been fun。咁但係 really。我今晚嚟聽到董志雄同埋張禮豪佢哋唱歌咁好聽，我希望佢可以遲啲再唱首係佢兩個 harmonize 嘅歌，Peter Paul and Mary some of those songs， 係咪？咁今日我第一首咧，我係想同 Double Seven 同埋大頭上唱is the opposite。It's the opposite of 嗰首歌嘅味道，同埋嗰首歌嘅歌詞咧。It's the opposite of today. Okay, and you find out about it because it's a sad song, but I like it. Okay, are you?最北嘅應該加拿大喎，加拿大。Edmonton， 好，北邊。
我冇啦，應該係最爆你啦。獎品有冇 Iceland 嘅啊 ？Winning 派一條，派一條，請佢地頭北邊發揚呢個羅記嘅天平。有北啊，當然有南啦。地球上最南嘅地方，應該係紐西蘭嗰邊啦。馬食啲啊！你講嘅紐西蘭南啊，抑或澳洲嘅？乜嘢話雪梨南？不過咧，我覺得都係全個紐西蘭南啲啊！全個紐西蘭都住曬，咁啊，馬食啲同學。多謝你，多謝你。祖父，邊個最早做阿爺啊？祖父，邊個啱啱做老豆？你問下。我講埋下一次。邊位最早做祖父？有冇人做咗祖父先？07年3月，有冇早啲？邊個剛剛有同學提議？邊一位係剛剛做爸爸嘅？又係你先，先。最細個女 X 嚟。好，請出嚟。請出嚟。我哋有好多嘢請教你。慢慢，我做顧問㗎，要收管理費㗎，管理顧問費。幾多嘢？好犀利，好犀利。最早退休，最早做自由人嘅，最早上岸嘅。退休，即係又等上岸，登彼岸。最大派喎，真係我唔想打派。有最大家庭嘅孫啊、仔啊、女啊、外孫啊，家家埋埋，又係第一，好嘢！多謝啊！好嘢！好啊，我知道邊一位身上有孫嘅照片，硬照。第一位，要第一位喎，第一位。呢個唔硬嘅，太遠啦，你哋都散啦。嗱，下一個環節更加困難，非常困難。邊一位銀包裏面有老婆個相嘅？有几十张老婆的样子，好清楚，有